好多人都惯咗独善其身，点解要帮人？点解要行第一步？我成日都有呢个怀疑俾自己，但好多嘢都系双向，不论喺工作上定生活上，你帮人，人帮你啫。我点解要帮你啊？你帮到我啲咩啊？曾经喺我好艰难嘅时候，有人扶咗我一下，所以我好明白，当你唔掂嗰阵，有人出手帮你，系一件几感动嘅事。我帮你同佢倾，有咩好倾啊？冇人帮到我噶啦。你咪当识多个朋友咯。我唔需要识朋友啊，朋友帮唔到我搵钱噶，我而家净系急需要搵钱啫。你又知佢帮唔到你？等佢啊，关你咩事啊？冇人叫你帮我埋单，冇人叫你帮我做咁多嘢噶。不如你唔好理佢啦，你行出去啦。其实每个人都会被很多框框自己，我不会叻到可以救人，但我会尽力跟他们一起行。他又不听电话，是你先找到他的。唉，成日说要搵钱，走多步都难啊，又不信人又不信我，我是他 partner 来的，你路都帮他搭埋了，他都不要啊，你悭翻啖气啦。我会用一本簿仔记低所需要帮嘅人同埋事，唔一定成功，但我会尽做。我仲努力学习紧点样有效啲帮人，所以我会一路学习落去。有啲人觉得我懒好人，唔知帮乜，但系我做得心安理得。你想点啊？我见你啊，仲多过见我屋企人啊！我个个礼拜都见到你，你有生意就直接介绍俾我啦。我同佢倾咗啊，你同佢讲下。倾好你就早讲啦，写乜鬼？我睇紧做咩资源啱你啊嘛。兄，你真系。成日拿咗本蘭桂簿做咩啫？佢揾咗你未啊？你覺得咁樣做你好偉大咩？我唔會多謝你噶。你有你想要嘅嘢咪得咯？你做咁多嘢做咩啫？有錢收噶？喂，佢又走咗去跳樓啦！快啲睇下佢啦！你又嚟做乜嘢啊？我咪帮你解决咗问题，你做乜仲要跳楼啊？点解你咁多管闲事啊？我好清楚你做紧乜，我都好了解佢做紧乜。我信你哋，你信唔信？你有本事，你而家咪叫埋佢过嚟咯。有咩问题咪一齐解决咯。在这个商业社会，帮人不是必然，但有付出就有收获。我很相信人的信誉是可以这样一步一步积回来。你想怎样啊？有，我想做生意而已，有什么那么难啊？不难的。
你要叫人在那边。再等佢就烂噶咯。嗱，打到新嗰啲，我就帮到佢。其他咧，我就再帮佢谂啦。个 project 喐到，我就要请人。有冇好介绍？有人以为我系社工，但我帮人其实都系帮自己啫。可能呢一位今日系我嘅伙伴，可能嗰一位第二日会帮我行得更加远。唔使咁计算嘅，第日我应该会赚得更加多。而且今日我赚到嘅系一份令人诚心相信我嘅心。小姐，小姐，跌咗嘢，小姐。唔該曬你啊，先生，同埋恭喜你，你已經通過咗 GameKTV 嘅付出者測試啦。你睇下，嗰邊有個鏡頭，嗰邊都有個鏡頭，呢度都有個鏡頭。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有乜感想呢？